最巴给大家展示一下荣耀典藏星域神钳诸葛亮。怎么这么多惩戒？什么意思？一把游戏怎么这么多惩戒？怎么就不能让我好好玩呢，大哥？都带惩，离谱。这不是一点点量，还可以吧？我这个皮肤诸葛真亮，沉着冷静，先刷。他们是黄刀，黄刀那个嘛，那我的野区可能会丢。是的，不过他应该不是特别，我刚准备说他不是特别会的，哪有一级出这个打野刀的，结果他把别人宰了，我妈了。兄弟们守一下我的野区。安安静静刷到四，好，家的猫游走去了，猴子估计在这儿吧，是吧？猴子一般都拦开嘛。那这个家的猫的确游走效率真的挺高的啊，能不能操作下来？他的回答是不能。那猴子已经在上路漏了，我们把现那野的一吃，踩他一脚。给个一技能，给个大爆炸。这一脚得踩到他。哈，大哥，你怎么能在那里亲这个野怪？他不是靠近我，他跑。哎呦，你说这个炸弹猫带这个黄刀压制三线，真的是离谱。好，暴君被别人拿了，老哥老哥，兄弟们沉着冷静，可不要牺牲。这一波分一下中线吧。这怎么搞呀？啊，满血，不合适吧？哎，我这个被动飞到一半，然后被动没了，他就给我算没了呀！可恶，你这真的打，那没办法，这有点送了，不管他了。灌不死他，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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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难了，今天玩诸葛亮没赢过啊。但问题不大吧，神木系也就五个人头嘛。现在得刷了吧，正面团已经打不过了。
要直接好家伙。我笑了。哎，我拿到人头了吗？ 不是我的，不知道被谁拿了。哎，这顶过来了，一手弹弹的，呜、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还行。3000经济多500。这王野区钻，我真的有点不好打，兄弟们。好像突破口是这个项羽，得找项羽。去，吓死我了。项羽项羽，搞他搞他，我在我在，别怕，死，快跑快跑快跑，我感觉又有杀气了。好好好好送好送，我的好兄弟，这没你不行啊。好好好，杀猴杀猴。嗯，猴子不用我管了吧，我们先把狼给收了。吃播上路线了。好，做了法穿鞋伤害明显顶多了呀。不做法穿鞋，做个抵抗鞋，是不厉害。好多了，好多了。一双法穿鞋，它跟上上把它就是不一样，兄弟们。上上上，突破口是项羽，感觉这个项羽比较可爱一点，打他机会多一点。好，猴子在中路，我比较害怕的一个人不在我这边。这个塔应该拿掉了吧？哎，他顶了呀！这不是二技能惩戒接一技能接大招，直接拜拜。Nice， 我的宝！哎呀呵。还要打，说实话，这个炸弹猫一个炸弹带个冰杖带个黄带个肉刀的效果，我真的是感觉自己有点走不动了。猴子在哪？这边有残的，猴子漏了，直接大招压制他，先拿蓝先拿蓝，兄弟们先拿蓝。我呀，好好好好好，好家伙！我这回城怎么样？好不好？飘着我两个皮肤，直接上天。嗯，好回。嗯，飘了一个那个仙君，再飘了一个羽之那个什么，两个皮肤。都在我这个记忆里面游荡。还追来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你是吧？啊，怎么天上接蛋好接？
弹弹弹弹弹二一技能。哎呀，换了个鞋子好多了，整个人都峡谷乱飘。时雨天丝加武林仙君，去拿蓝吧。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爆炸伤害。露个头不？嘿去，打死！有没有人要跟我嬉戏一下？这个好像挺肉的。嗯，他魔女做的还是有点肉。好像我现在我一套我肯定打不死这个肉刀沈梦溪，他贼肉。我想带这个上路，哎，可以吧？三个人的下路。那这样的话单挑的话我应该不是很怕别人吧，但我这没被动，我直接踩上去感觉也杀不了他。还打不打？被动在手了呀，你不害怕我吗？你得死好不好？他居然敢过来接我两个被动，他看我一技能没打到他如此嚣张，现在知道我的伤害了吧，老弟。有没有人敢出来接我一被动？你怎么回事呢你？哟呵，哇，他这个好肉啊，8100，行行行，我们很简单的，他跟我拉扯一下是吧？刚才那个什么马可跟我拉扯一下，他搞得我二技能伤害重置了，因为二技能他持续打一个人伤害很低啊，他第一下最疼。哦，不是不是，他好像变了，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反正他重置一下，感觉伤害就不一样了。啊，嗯，死了吧他，被动弹死。什么？他一个大不炸死我了吧，兄弟们，我小心一点，我看一下。哎，结束了呀，对吧？嘿，前面我们这个阵容还挺乱的，以为要爆炸的，结果赢了。好家伙！这是诸葛亮吗？是呀。还在出法穿鞋，还在出法穿鞋，兄弟们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